挑战。在一个国家里，全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少，全都素行不良，无恶不作。佛陀知道这个情况，便要众弟子运用智慧教化众生，使他们弃恶从善。谁愿意到那个国家去化度全国人民呢？世尊，让我去那个国家普度众生吧，我相信我一定会成功的。佛答应了。穆建莲信心满满地来到这个国家，他到处教导百姓不要做坏事，告诉他们因缘果报的道理。不料百姓们根本不听教诲，反而责骂穆建莲：真是个迂腐的家伙，谁要听你的鬼话，快滚回去。就是啊，快滚回去。穆建莲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。舍利弗见穆建莲回来，知道他没有成功，便对他说：像你这样做是行不通的，对待这些顽固的人要靠智慧，这次让我去吧。随后舍利弗就请求佛派自己去，得到佛的允许后，舍利弗马上充满自信地出发。结果百姓们因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，这次看到又来了一个爱说教的人，还没等舍利弗开始教化，就纷纷对他吐口水，把他赶出去。于是舍利弗带着一身的唾沫，狼狈地回到了佛身边。接着摩诃迦舍以及其他500弟子一一去了那个国家，都是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归，没有一个成功的。这时阿难生气地对佛说：那一国的百姓全是坏蛋，不肯接受教诲，还侮辱众位阿罗汉，简直是万恶不赦。佛平静地回答：那一个国家的百姓确实罪孽深重，但他们还是可以度化的。说完看了看身边的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便站了出来说：在我看来，他们并不是万恶不赦的人，我想一定有方法可以度化他们，让我试试看吧。文殊菩萨来到这个国家，先去参见国王，称赞国王的英明，然后又在国内仔细地观察每一个人，用心和他们聊天，听他们说话，再依照每个人的背景和特长，称赞某人很勇敢，某人有仁义，某人很孝顺，某人有智慧，某人有韬略等。百姓们听了十分惊讶，没想到这位长者这么熟悉个人的长处，内心深受感动。不久，他们都手持名贵的鲜花，散放在文殊菩萨的头上，争先供养他衣服和饮食。文殊菩萨看到时机成熟，便对他们说：大家都以为我有德行和智慧，其实我这些方面不及我老师的万分之一，我的老师就是佛。如果你们肯供养佛，能比供养我多得几十倍的福报。该国百姓听了非常高兴，跟着文殊菩萨来到佛的面前，顶礼佛陀，聆听真理。500罗汉和其他弟子看到这种情形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好长时间都不好意思把头抬起来。